我是黑舅的妹妹，好痛啊，斗鸡眼。很好，今天呢，我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哦，就是 Circus Asia 呢即将要有第四季了。哇，我的天啊，这次第四季呢，主题就是热血巴士啦，而且跟大家讲一下播报时间哦，千万不能错过，就是7月4号礼拜六晚上的9点，只有在 Channel V 首播，大家一定要看哦，跟我一起斗鸡眼吗？